今麦你来看一间儿童创意中心，好行。这同时间拢会无同款的造景吧？对啊。来啊，无你也拢同款上面礼拜入馆参观尽情一律戴配口罩，啊个。上酒精。好。亚洲陶瓷。马赛克。陶瓷跟什么拢都侪啦。真啦。陶瓷与我们息息相关啊，无论是杯子、锅碗瓢盆啊、马桶、被烫啊，甚至是太空梭等，几乎都是。而且陶瓷历史很悠久啊，好几万年了。哎呀，好，诶，甲家己看，来看遮。探索亚洲。亚洲的世界上最大的洲啊，欧亚大陆板块。你也当念重要的啊。东边是太平洋啦，南边是印度洋啊，北是北极海啦。啊，这英语的，外国人。我讲外国人看啦。好。啊，这正东亚啦，那叫算它东边啦。哈努曼。对，之类啦。这家啦。印度啦。啊，叫地图介绍啊。封神的儿子。哦，这韩国啊，跟东太平洋一家啦。中华民国就是那个台湾那个蓝雀啦，台湾蓝雀那个台湾那个黑熊啦。哦，我可能爱去我近的较看有。好，要介绍无？边民俄罗斯。很乖啦。啊，过来蒙古、中国。啊、缅甸。蒙古独立啊。缅甸过来泰国。越南。这个介绍。每一个国家是对安尼尔，嘛无啥。较远个，咱土耳其啊、沙烏地阿拉伯啊，还有沙漠啊。好，全景。后来我看这，啊，这 A、B、C 就是讲伊个所伊个落地名，下骹是。南极洲，因为写袂落来，像细国，伊就用 A、B、C 代替啊。叫哦，伊叫有迄落。那他大个个就是写啦。啊，那无写袂落来，就是用伊个 A、B、C 代表。而且嘛，佮一个亚洲地图。伊拉克，叫做伊拉克，而且做点字呢，真贴心。有盲人让用啊，用点字。台湾，啊，这边只。红海去过就是非洲啊。我今晚是要讲这地还是讲那边？啊，这地不写。哦，伊这是土耳其的家啦。嗯。土耳其伊拉克。是啊。哎，啊，这是红海，佮国家的非洲啊。伊这拢用迄盲人迄种的呢。点字的啊，就知影名人，知影是啥物字啊。啊，伊这个有写 A、B、C 啊。啊，就是这啊，你家己蒙啊。哦，伊同款，伊同款也较细，伊就是蒙 P。哦，伊无，伊像这较大个，伊有写尔，日本有写尔，啊有诶无写，伊写。到伊就写袂落。同款用英语落落啦。好，家己截图看一下，好啊，我暂停。没有讲诶。无啦，我讲看迄落个啦，用看片仔。啊，这边诶，在儿童创意中心，我会做到不推挤、不吵闹、不喝饮料、不吃东西、不使用手机、不归原位，要有耐心学习，发现问题要告诉工作人员。安尼，好，搁写一个。这是今仔日吉祥物啦，这就是。探索亚洲，好，再来我看其他的。